关怀活动是福田慈善基金会一年一度的重要公益。基金会今年特别在斗六市的六百码红毯来举办关怀活动，纾解暑假期间血库不足的问题。办关怀活动是阮福田慈善会一年一度的这个重大的工作哈。那为什么这个时候在办，啊要选择这个所在来办？因为这个七月哈放暑假，那比较有缺血的现象哈，啊所以配合捐血一代，一个救人一命哈，这个活动哈，那来办理这个捐血活动。福田慈善基金会这次会选择六百码的红毯来举办国会活动，主要是因为来进修的民众拢是善男信女，真有爱心，所以大家对关怀也拢真支持。那为什么要配合这个六百码红毯再来办理呢？因为六百码红毯哈是咱各位咧善男信女哈非常来这参拜一个所在哈，啊所以今日都拜六嘛是休困日吼，人潮足多，来这参拜善男信女非常有爱心，当然啦吼，伊嘛是来参与这个捐血活动。福田慈善基金会成立已经有十年的时间，参加的会员包括社会各阶层，这几年来也做真侪社会公益事业。福田基金会成立目前已经有十年了哈，那是一群哈，就是比较同一个方向、同志向的一个朋友来组成。那其中成员呢，各个都有老师、有校长哈，有一个上班族的哈，一个很平常的一个组织了哈。那他们的工作呢，有几个大纲了哈，大致上是一个有办理急难救助啊，有办理清寒助学金。那有办理这个捐血活动社会公益捐血活动，那也有办理这个冬令救济。福田慈善基金会今天也在六百码的红毯举办理念事会，研讨下半年基金会公益事项。记者余明伟采访报道。